我玩的现在玩的是《手游魔界战记》RPG， 然后2200，再来转身吧。一样自动转身哦。啊，忘了放武器啊，算了。不是想放弃啊。我重来好不好？突然想到武器忘了换掉。真少20%经验。哇，真要重录吗？还是接着就算了，没差、啊。还是我有换了，没有。哎呦，我现在有130,000啊，武器哦，130,000的 take， 那应该是加那个这个的加成才有那么多。好，应该没有，又忘记什么了吧？自动转身开了，材料也够。伤害真的有差。吓死光光哎！哎呦，应该可以回掉了。搞定！1022。哦，然后看一下我收到的武器吗？快要30了。是刷到的不是魔物的物理武器，去哪里看道具界？我武器只有刷到29等的，防具有一个30的，这个吧，认可29，14万多，143792，然后防具也有一个30等的。就是没有刷到比那个还好的，这个是商店买的啊，也有个10万，60是刷不过了，然后目前刷到最高的是这个吧，12万9，这个有比30等的高吗？没有欸，这个还输，我还输29等的啊，没有30。好吧，差不多这样。刷武器还是要一点运气的。那就这样，先收台啦。